补水神器又来了，先来一个，这个边儿刚才削好了哈，这个边儿要去一下，不然的话会发涩，这样会口感好一些，越黄越甜。微甜，微酸，水分超级大，美容养颜。冻凉饮茶它的功效特别多。越黄越甜。我家小宝宝又兴奋了，女人多吃一些这个特别好。我就特别喜欢吃。再来一个哈，我家小宝宝。其实和女人吃，多给女人补水，做个水嫩女人。太好吃了。